只要喝完这杯就行了吧？抱歉，虽然您觉得那只是一笔小钱，但有人却会因为那笔钱活不下去。大婶，就在喜欢的人面前开口提一句心碎的事，难道韩正明那个人会把我当女人看？你是不是喜欢韩组长？你这样的人居然敢！你主人家的独生女，你觉得你会是他的对手吗？我才不要！像你现在这样偷偷的站在喜欢的人背后，默默的望着他。 你深爱在哪里？你跟我什么都做过了，不是吗？什么？你这邪恶的女人，你居然敢这么做！贵妇的战争，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未来综合台。